感谢大家配合来参加我甲小峰的婚礼。虽然我知影恁拢无情愿，但毋过不要紧，只要我甲少峰的感情是真的，安尼就好啊。所来是我安排节目，我特别邀请婚礼歌手来献唱我甲少峰的定情曲《龙卷风》。这不是我的定情曲哎，像这里有袂走呀？我来叫你的陛下棒啊！哎，谁哦？林更风要来啊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麦克熊，麦克熊啊！麦克走，您走。水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。老船长，随便晕船，鸟随便飞，哎，出人命。张嘉玲，老婆回来，你这个外婆讲什么话啊？去搞一下好，等下要找你算账。你当作我会跟较早同款，和你那同亲骨，白白爱哦。你食较歹。你恢复记忆啊？我唔能恢复记忆。最近发生的代志，我拢记了清清楚楚。杨老王无要收我，就是要帮我回来算账。讲出你甲叶少峰的恶行，我确定你对我连上基本的阿母感情拢无。那安尼，我袂替你留面子。叶少峰，你对婚姻不忠，对我一届搁一届的伤害，我爱你跪来到回事嘞。看我，我讲一句，你应一句。你敢有对婚姻不忠？敢需要我请你妈来问你？有。你敢有和外口的查某在你的办公室出出入入，和伊凊彩对我无礼貌？有。你敢有对我淡薄啊？用咱的囡仔威胁我，爱我点点，啊，若无就要把阮母仔囝拆开。有。过去的代志你记得真清楚，最近的代志你应该搁较有印象。你敢有任何外口的查某把我关伫咧精神病院？对我使用暴力，我，你对家里做出这种代志，虽然跟我们讲家里精神是相信，伊对你讲白菜，伊趁我好好的时阵跟我乖一面，逼我签离婚协议书，我无要同意。叶少峰对我起脚动手，还佫把我的衫裤脱落来，把我欺负，要用这款的方式逼我同意。我妈佫较搞，逼我离配水暖的水，讲安尼会当替我伤惊。你看，你敢袂伤过分？那是因为我让你变到无法度了，若不是因为你笑过头，我嘛无可能让你做的。